你英文好吗？那你有没有要学英文？我现在又在学英文。你有没有学英文？对，你读得很好。还好，我那听力不好，我现在练听力。中心就是你要看一部电影，然后不要看字幕，从头到尾要看得懂。英文电影。我的目标就只有这样而已，所以我每天都要听。在中心嘛，招人家，我嘛拢去中心干子。我就单字会，拼的句子就不会。所以要学啊。中年啊，所以要学啊。我们就是要学啊，就是每天都花一个小时。我每天都要一个小时。两下送报纸。要上课。我爸会。Hello， 早，我已经开了，对，没关系啊，一下下没关系啊，一下下没关系啊，不用那么严。哎，别让你玩手关机，不啦。为什么？嗯。不行开下去就慢慢会有人来了。我看一下这个样子，应该是。我看一下，会不会用到那个？拍到那个麦克风？你看我用麦克风哎，这个麦克风这样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2400。2400。我在用的麦克风啊。啊！无人讲听无，勒索死。我是啊。啊？我是麦克风啊。你嘛是麦克风啊？我那个拜六我走伊。你走外通啊？无你用啊，无你就用。我这麦克风是录恁的声，是录我的声啊。你老是声嘛，声好听啊。这个足贵的呢。我拜六我叫无叫的哦。我听看，你看你知啊？我讲你知啊？我讲。炮供哦，嗯，大爽呀，啊，就是要接输入啊，输入啊，手机啊，那2000多热，是这个线吗？就全部为主啊，这个线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2400。我带他去，因为我现在换 iPhone 它太小声，它收不到，所以它必须要加这一个。一个古典版的，还有，哎，我们看不到啊，有，你过来有，哎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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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那个肯定要打好，当时对吗？
这一个坎就这个都会有这个。里面也会啊。里面也会吗？对。这边有一个。这边比较大。这边是比较外面的。这个其实是用人跟人之间一公尺来啊，你还你骑啊？我当然啦，一公尺就正常，每用人大家想切换有啦，年纪大都听不见。所以即马就是啊，但是就讲规定是安尼啊，你就是爱遵守啊，就是安尼啊，你变啊。所以第五时，伊讲第五时伊无想要去，就讲不去。7:30到8:00就爱走，啊我去创啥？人较侪像8:00以后才来啊。伊讲管政府拢头八点去，8:00我要去。伊都无想要甲管政府当啊硬碰啊，伊就只好8:00进前抢顶。即摆是二级，即摆要解封诶，即摆要一直二级。哎，等到我感觉上无爱到年底，到可能有机会，看觅我都规个解封无。即个人跟人一公尺，即马是无到年底之前无可能改掉啦。二级就是户外300人，就是你会使拢出去，啊，你就爱戴口罩，你拢出去不要紧。啊，但是你就莫伤寒。但是用餐是用餐，但是伊即马敢徛一个，就是人甲人之间袂想我啊。但是伊即马是安尼，菜市啊，对无？因为我无直播因啊，所以人袂找伊麻烦啊。啊，伊即马是恁囝，恁囝拄啊内底市啊，也无要找伊麻烦，袂要紧。啊，但是即马要找伊麻烦，得用这招，用这条啊，你徛。伊就用这条你徛，但是这条你徛了后，你就是人来看我，啊，你这一公尺啊，其实咧老实讲，第五尺啊，其他档嘛有人做歪啊，啊，不过人无伊阿囝嘛，袂要紧啊，伊袂要紧啊，但是伊即马就是打弄你去打呢，故意的啊，你应该嘛渡过这种的啊，以前嘛渡过啊，就是硬要你用，就是甲你用啊。叶丽香早，要袂使遐，因为我中秋进前无多，我讲即马干来去会知啊，下昼即马中秋进前，因为阮某都无闲嘞，伊做蛋黄酥啦，伊做蛋黄酥，你袂敢做，我讲你有时间出来，我唔免，伊做蛋黄酥偌操嘞，你嘛，对啊，即马伊蛋黄酥。伊讲差不多，下早10:00出去，暗时到厝12:00。啊，伊应该就爱，
拢是办公室卖啊，是啊。伊拢是新收订单，已经收钱已经收入来，啊，甲出货，已经收好啊。收到，哦，你几块啊？这，伊一条卖八十。一粒。无，陈店讲你话啥来呢？伊刚刚三粒卖偌济，我唔袂记得。有用料，我真无用料啊，用好一个。看你买偌济啊，买愈济就话啊，啊你买较少买。啊，今仔够烦，上人无啊，上不人上人无。伊即摆无收订单，我讲还佫有三粒啦，佫扣你。我还佫有三粒。三粒最好。你阿伫食，你食得好啊，免送人啊。啊，你食就好啊。无收啊，无伊无收啊，因为已经满单，足满个啊，即摆去。大家看下你袂无？伊迄是剩的互我呢，无伊嘛无等我厝我食呢，伊无我无一定我都食呢，无一定食会着呢。啊，你某一个人家做哦，家己买吗？家己买啊，伊拢是咧脸书啊，伊开脸书开订单。啊，你以为个地方哦？伊伫外口租一间办公室，诶，工作室，伫。烘焙房。嘿，伊就是一个咧以前人个店面啊租落来。都俗个啦，然后八，刚刚一个月八千块。哎呀，你莫讲，干脆搞搞工作房。伊是老师啊，伊教人做好，嘿啊，伊做啥物蛋糕啊，伊嘛有教人做蛋黄酥啊，有啊，伊做。我今年教人做即个已经差不多教四年啊，伊教四年。无，伊用家做物件食，啊伊较早用台湾头地头尾啊，惊。我想做一寡做月饼啊，做啥物拢做起来。做这嘛无做轻松，我感觉。无变啊，伊讲做麻烦哩啦。做即种较麻烦是吼，你开始进入。真正你要做上，你就开始买机器。啊，你买这个机器，你又搁想要买迄个机器，啊，机器拢足贵个呢。迄有机器拢五六万，一台五六万。哎，行一台，行一台。我行一台有诶，行一台总共有较高、较高级个吼，有诶一台一百万，哦，恐怖。有啊，人家做落去，啊，手一百万。早安。往前诶，陈宝，你诶，你宝春了？刚才就这个工作任务吧。等一下啊、哦，看一下。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哎呀，对啊。应该听得到，因为这是新型的麦克风，我不用把麦克风拿下来，你们就听得到。螃蟹啦，什么鱼？什么鱼呀？大鱼啊，大鱼。大鱼啊，这是。大鱼多少呀？一只五斤了。一只五斤，变多少啦？五斤。尾鱼塘上面的是青蟹吗？好像是哎。好像是哎。安怎卖啦？哎呀。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怎么没有回应啊？对，那个上面是青蟹，没休假，不然就冲过去了。有哈，很清楚。OK。声音 OK， 那我就好了，因为我现在今天这个麦克风。怎么还有这酒精？哎，冰淇啊，这你妈的鸡啊！哎 ，OK。酒精在我家。好呀，要好呀。酒精。
停车场离这里很近啊，没有很远。啊，那没啦。就是有这种啊，到国贸就知啊。这破病看呀，一个礼拜开三百，你给我两百来，你要四百、三百了，两百了啦。好，我们准备去中间了哈，聊够久了，来，开始，来呀，来让我过一下呀，谢谢，不好意思呀 ，OK 哦 ，OK， 不会发生的，不会要，啊对了，好，谢谢，五包，你要走了，五包六，拜拜，五包六，老快车，五百六了，五百六了，嗯啊，你看我那个，全部都买，换哥老坤哥了，老坤哥，啊，老坤哥，老朱哥，哎呀，三百了，叫人掏下你，无黑啊，干嘛黑你？我冇黑啊，啊，芳芳，拜拜，好叫人掏下你，四百块钱，四个包，三百六了，我今天几啊？八三了，八三，不要我，来就来了。这个破东西，我敢破吗？不敢洗呀，冰洗啊，冰洗啊，等煮汤好吃了。等煮汤哪无，哪无人冻菜？冻菜，炒汤头，炒汤头汤啊。啊，真系拢只大锅。哎，大只，大只，大只，一百个呀，一百个一上。炒汤头，炒汤头。我买了啦，这个我买你听无哟。我把小白，中国的边那个，无边工无起啊，有边的工边水，边水，起啊无起啊无啦，真的啦。边边走。四百啦。四百啦，什么好讲啊啦？不要讲你啊，还无？讲你啊。三百啦。嗯，是啊。黄色。三百。几百啊？几百？几百？好像只有花枝丸跟贡丸，是木鱼丸加豆沙八三八两八五八，豆沙八来安置八，八百啦，三百两百五百嘛，五百是三，八百五呀，哦，还七百五啦，七百五我够不着，我够八五，哎我叫赵志清，七百五。啊！哎，八个啊，八个多多钱？哈哈！要做鱼，做鱼也无啊，做鱼多滴啊，做鱼肯定多滴啊，好吃哩。
哦，平常做一几斤料啊？啊，你这就八碗是三百，三百料。那个是鳕鱼吗？对。三百，是三百。嗯，对。八五八块呢？一个多少？天机一个多少？同款廿四只五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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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百。无啊，鳕鱼一斤尔，其他哪卖？倒来，真在啊，我袂买啊。哦，大地哦，大地，真，天聊聊到来，出牌看下。哈哈哈！阿公，好诶，这物件哦，伊只有个两个翅啊，有个两个翅啊，做伊只包吼，迄包是软软，伊只多是啊，只只个起得来，起得好啊，诶。伊啊，甲人个款嘞，就话你搞，搞个，根本就扣人就无啦，哪个得你赔？